别是在节奏的控制，包括一些分球方面。好的，随着主裁判克拉滕伯格的一声哨响，本场比赛正式开始。战术角球，再给，漂亮啊！格德斯直接打了。在重庆为什么他这个赛季失禁？你先看这球啊，漂亮！看看格德斯再打门，右脚再传，直接找费莱尼，第二点点下来，直接打门啊！杨志鹏把球停下来，过去了，王秋明外围虚晃一下，再打门，这一下有变线，很悬呀。有队员切的话啊，就是从肋肩这儿往里打。有的时候不太好防，有点作用。没错，再给看看格德斯禁区内，越位，直接打，立柱啊！禁区打近角啊，真是立柱。再看啊，立柱。又是姜志鹏，左脚再传到了禁区，后点。人行要冲一位，严肃啊。这难度在中路。王强是配合自己领到球，禁区内有机会，左脚再打门，打高了。明显他这个球啊，到这儿他摆脱这几下都不错。再转移，左脚，哎呦，这球漂亮传的，但是费莱尼把这个球打高了，都是被这个对方截了啊。不过现在球权倒是没丢。姜志鹏在传到了禁区内，这一下王大雷，马尔康的绝对好机会，给他脚下呀！现在马尔康现在拿的吃力，是吧？哎，看看费尔南多反击了，三打二。费尔南多拿球，再给马尔康，王大雷出击，这一下踢偏了。王大雷这下出是对的啊，出是对的。正好把这角度给卡住了。杨志鹏扣一下往中路走了，再给看看菲尔南多，这下停大了，再点马尔康右脚再射门，又是王大雷。哎呦这一下王二康没事吧？倒是没越位。王大雷啊，他这是这最后滑了一下，有的时候也是防不成防，是身体协调性很好，跟到了杨志鹏这边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，费尔南多在中路再塞过来，董学生禁区内再打过，看边，这会儿下去了。再看看啊，再传，这边有机会，费莱尼架炮，球进了，断流鱼，已经是进了两个球了。格德斯，你看进到这个位置，实际上对防守队员来讲已经不好防了，没错，对吧？你整个后卫跟着他这个球走的时候退回来，他打斜回回来，这个弧顶这个位置的空当啊，这个位置肯定是人家的球。阮刘宇再送一个直塞球，单刀了，格德斯面对池文一打得漂亮。第三分钟，这吹了，越位了。他得看看，确实要看。这第四助理，这不是这视频裁判觉得也是把握不好，啊，还是交给你吧，算进了吧。再给段刘瑜，格德斯吗？胸部坐回来，费莱尼的大门漂亮，3-0。今天段刘瑜一个进球，两次助攻啊。这个呀，刚才不说了吗？这个球这种连续的这样倒球向前推进，很像第一个进球。